球坛最受期待的日子之一，每队球队都有自己的心壮志，但是实际能够达成的就少之又少，他们将会面对非常激烈的竞争。同预期一样，酋长球场的观众席上面冚唪唥都是白色和红色。嘿，哇，咁快场波已经开始了。亚仙奴对日本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喺咁关键嘅时刻都有咁好嘅判断啊！一开始反击很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好嘢啊！食晒个位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哎，守得好好啊！用革命性球员去形容杜奥巴咧，我觉得一啲都冇夸张。讲得冇错啊，佢系现代柱等式前锋嘅代表性人物，有速度、有力量、有传球、有盘球，喺禁区内外嘅射门，一切技术都非常之完美。之后好多球员想学佢噶，不过佢先至系即系最正宗嗰个元祖人物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！直接长传 ，keep 住短传啦！富安健洋有机会解围，法宾奴将个波送去边线啦。哎，个波翻翻去中间啦，有得射啦，解围啊！好嘢，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。南野拓实做得好，解除危机啊！希望佢哋可以好好善用呢个机会啊！冇举旗，哇！呢下真系唔错啊！射佢啦，大家一齐追住个波啊！个波传向左翼，有机会反击啦！入到嚟啦！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喂，餐屎啊！中村俊輔就行埋个波道。睇到有危险啊，用力量化解啊！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。呢啲情况你唔入，随时人哋入返转头啊！哇，大把空位，有机会。走井横雪，呢下救命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那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，一開始反擊很好好噶，不過有頭威冇尾陣。好，搶咗個波啦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。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，日本踢得够专心啊！传去侧翼，掂唔掂咧？呢球波中柱，呢一球波俾佢入咗，仲唔系足金金球？真系好波啊！呢个球员可以改变比赛嘅球员，咪就系呢款咯。哇！呢球有趣喎。咁啊，肯定啦，佢对呢个结果咧完全啊满意啊。嗱，其实个谂法唔错噶，走位都几好，可惜啊，比波嘅质素争啲啦。呢下救命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法宾奴警觉性好高啊！
整個反擊都唔錯嘅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。基尼安麥巴比真係好波啦！嗱，呢個進攻啊，走位靚，後防球員咧亦都守得好啊。受惠嘅咧就係觀眾啦，有好波睇。基尼安麥巴比攞到波啦嚇！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比斯嗱，無論係入定唔入啊，我諗球迷咧都好中意睇到球員咁樣去突破個防線嘅。哦，上半場完嘞噃，兩隊嘅努力加加埋埋咧，都仲係冇進帳。睇嚟半場咧，好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個進攻點搞啦。冇入波就唔代表場波唔好睇嘅。半場完，比數係0-0啊。Substitution in progress。兩隊進入下半場。好，上半場啊未分高低嚇，睇下下半場有冇唔同啦。熱頭槌頂埋去，埋腳解圍啊！祖迪比寧咸，個波傳向左翼。祖迪比寧咸，哎醒喎！做乜咁大嘥呀，後生仔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最少暫時可以鬆口氣先。日本半場換咗人啦。喺而家咁嘅情況，你如果半場去換人呢都啱嘅。伊東純也好彩擋得住咋，如果唔係呀麻煩呀。龙门球，哇，好靓啊！个位人多就系好办事啊！呢下睇嚟似犯规，系啦，冇错啦，球证就吹鸡啦。走井宏樹喺冇幾耐之前啊，球證都同佢講過，嗰次係最後機會㗎啦。我諗佢而家咧都會少少心心㗎啦，因為仲有段時間要踢嘅。球證實會睇實佢，咁大壓力都解到圍。Substitution for Arsenal, number 13, Mbappe, number 21. 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好嘢啊，食曬個位。伊東純也。Number 9, De Bruyne。橫傳，今次得唔得啊？食唔應啊，防守嗰邊鬆口氣啦。啊，走位啊，靚啦，最後一步啊，竟然唔入。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60,332. 杜奧巴有機會射門啦，得唔得先？守得好啊！杜奧巴諗住有機會啦，啊龍門啊阻住曬喎。呢啲嘢真係少見啦，清走個波啦，美斯好機會，
好关键的解围啊！向右翼传出，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，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！睇实边个喺前面啊！好准嘅传球啊！袁大志突破咗越位啊，起到脚啦！哦，搞掂！呢一个距离点会射失啊？你睇下佢啊，成个猎人咁款嘅，攞波又快，起脚又快。日本领先1-0。嗱，而家对波就要睇下有几多斗志啦。落后一球要追上嚟，唔系好难啫。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。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，吓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好快咁向前传啊！哇，又成功守住啦！反应啊，真系够晒快。Substitution for Arsenal, number 11, Didier Drogba, number 8, 即刻攞翻个波先。伊东纯也，呢个似犯规喎，啊系啦，球正吹咗啦。Erling Haaland, number 19, Casemiro, number 14, Del Piero. 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伊东纯也走位接应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日本咁有斗心嘅，仲揿住嚟打，其他球队咧一般都会踢得稳阵啲。迪比亚路一对一嘅话咧，呢个对手唔易应付噶，呢下救命啦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。加华迪路成功拦截到迪比亚路，突破中路。阿仙奴勤力就够勤力啦，不过追唔追到平手咧？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迪比亚路嗱，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龙门球啊，啊唔系角球之争，今日第二个角球，对手到而家咧都仲系得一个角球啫噃。暂时解除咗危机啦吓。亚舒拉夫、卡斯米路，时间越嚟越少噶啦，快啲谂下仲有冇机会追平啦！仲剩翻啲多时间啫，顶唔顶得住咧？诶，有冇入啊？大家追住个波，唔通结局真系咁残忍？他哋好好鬥志噶，唉，但唔知仲有冇下次機會啊！啊，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好，搶咗個波啦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伊東純也向村，睇嚟啊，補多5分鐘啊！傳去側翼反擊啦！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！
富安健洋清走个波，好快又抢翻啦噃。呢个球证话完场啦，日本凭住唯一一个入波赢波，无论过程系点啦，总之结果先系最重要，赢就系赢啦，比数系1-0。袁大志是今场的最佳球员，这个荣誉都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其实我以为这场球会是打和的，但是估不到他们能够将个领先优势捱到尾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。多谢 Keyman 和我们分析讲解这场球。真的开心跟你合作，嘉谦。Freedom. Hope to the body, don't search your cocky head on the